那老师您进到这个网站之后呢，您可以刚刚我们讲过用会员对不对，如果你觉得这样麻烦，您直接用上面这个访客登录也是可以哦。有没有一个访客登录，他会给您一个访客代码，八位数的，您只要把那个代码记下来，哎，就 OK 了。好，那下次呢，您可以直接用相同的访客代码来这边把那个代码打进去。您有加入过的群组，有学习过的内容，有做的笔记，哎，网络上这个教材是可以做笔记的哦。好，有做的笔记，通通都会把你记得，也就是你的学习历程会把你记得。好，学习历程会把你记得啊。所以，比如说我现在就用访客登录的方式来这边按一下。有没有一个访客代码跑出来了，那这个代码呢你可以在这边记下来，也可以呢进去之后再看也 OK 哦。你看我们现在进去之后，好，您看我们的右上角这里有没有注意到，这里一样有一个那个访客代码是在这边，哎，所以您就可以，万一刚刚那边忘记了，你就看一下右上角也可以。那么您进来之后呢，我们今天的资料在哪里，在这边，您往上面这里走哈，这里有一个叫发现，这里有一个发现，对不对？你把它按一下，上面最上面这里，进来之后呢，在发现这边把它按一下，有一个叫群组，群组我们就是所谓的类似班级的概念，好，班级的概念，课程比较像教材，我们讲教材，因为豌豆它主要其实早期它是以中小学为主嘛，但是其实大专事实上很适用。好，那你看呢，我把它点进来。好，您进来到这边之后呢，你会发现第一个就是啦，啊不，第二个，因为我连校的一起都打开了，有没有找到两个？我们金门大学的。好，我们今天早上的是这个，早上这个，所以您点进去，把它点进去，您就可以加入，在右上角有一个加入，在右上角这边哈，有一个加入，你把它按一下加入就可以了。这样您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群组里面了，有没有？这样就大家都进去了，可以哈。好，您进来之后，那这些资料我都会继续留着。好，来，这里，您刚有注册或者是用访客进来，对不对？来，从这边，您看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叫发现？发现，按一下，有一个叫群组。对，这个地方。好，你点进去就看到。点进来之后，你就会看到我们在这边前面两个就是我们今天上午跟下午的，我们早上是右边这个。点进来的呢，你会看到在这边有一个加入，有没有？你把它按一下，按一下加入，这样就会进到我们这个平台里面来了。这样有没有进来了？好，所以我们刚好跟老师提到，就是我们今天所有会用到的软体。您也可以从我们右手边这里，你看我们画面的右手边有没有一个叫做档案，画面的右手边这里有一个叫档案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看到的不止这个，因为呢这里有一个可以开关的，有一个小小的可以向下，好，你都打开你就会看到我所有的，好，就会看到我所有的。好，那你看我这边把它打开一下，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第八 video capture， 就是我现在平常上课主要录影的工具。那另外一个，我们刚刚有跟各位提过，就是跟 PowerPoint 很像的那个叫 Active Render， 好，它有免安装也有安装的版本。甚至有些老师，我问一下，有没有您是用苹果咬一口的？好，它可以用，这一套也有，第八 video 也有 Mac 版，对，只是我 Mac 版没有放这边。哎，您到他官网再一样可以用。好，啊，如果你这两个都懒得装，就用线上的。我们还有一个是线上的，哎，所以都可以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在下面这边，威力导演我好像是放在下面吧？啊，威力导演我没有放在这边，等一下我再把连结加进去就好了。好，威力导演13，就是他本身就有推一个特别版，那是免费版。所以因为我们学校其实也有另外一间教室有买嘛。哦，那如果说老师看情形，你要跟学校借也可以，或者是就是用这个免费版，其实老师在做录影的处理都够，哎，包括那种蓝幕幕具备都有，哎，好，那您这样了解了之后呢，我们简报内容我就放在这边了。那真正的我们上课内容在哪里？在任务这里，在任务这个地方。好，您上面这边一进来是好像最新消息，对不对？右手边是不是有个叫任务？
右手边有个叫任务的哈，您点一下，你就会看到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。研习的讲义，这里打开，你就看到了，这样 OK 吗？可以哈。那我要考考各位喽，要先测验一下了呢，可以吗？好，这一段我先到这边停哈。